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小胡子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它对折，把它分割成两份儿，用其中一半来折就好。穿到这一面，两边对折，展开。四个角往里折，把它对折，左右对折。把一小段往下折，再沿这个边把它往后折，然后把它展开，右侧按照折痕往里折到一起，左侧第二个折痕把它捏起来一下，第一个折痕变成弧线，这样。折进里面，上面的部分往下折，上面大概1/3，往下折，然后把这里撑开，压好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里撑开压好。下面往上折，这个角往里折，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这个角两边对折。把它捏起来，形成这样，捏一下，这一侧也一样，这个角两个边对齐，把它捏一下，找一个工具把它弯曲一下，这一侧也一样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下期再见。